在这个单元中，我们要讲的是如何把 A 栏跟 B 栏的资料交叉填入到 D 栏里面来，就是这样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这样填过了，填到 D 栏，照顺序填下来。那这填的时候呢，注意到哈，我们用的一个函数是用什么？用 offset 哈，用 offset 先从 A1 开始啊 ，A1 是固定的。固定以后呢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把它用那个函数精灵来看一下哈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先想要以几列，这个要以几列。所以以几列的时候，我们用 int 干嘛？我目前的列号减一哈，目前列号减一除以二啊。所以嘞，假设今天来讲是第一列，列号是一哈 ，d1 嘛，一减一就零，零除以二就是零啊，所以就不移动啊，列不移动。蓝 ，NOD 一样哈 ，low 减加一 ，low 加 low 加是几？一加一的结果是二，二除以二余数是几 ？NOD 是算余数哈，余数是零，所以嘞也移动零列啊，零栏零列零栏，然后嘞我要抓的储存格是一格啊，一列高一列宽啊，就一格啊，所以嘞。算完以后，结果确定，它等于是什么 A1， 因为都不移动嘛，就 A1。但是到了 D2 的时候，它的结果会变成什么 ？INT 括弧 low 减一，二减一等于一嘛，一除一还是一除以二还是零啊。可是 NOD 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，NOD 变成二加一，二加一变三啊，三除以二的话，余数是一啊，所以我的栏干嘛要移动一栏？刚好移动到什么 V 栏啊 ，V 栏啊，那其他的那个高度跟宽度都是一嘛，没有问题点啊，就所以就变二，然后到了三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到一个问题点，三减一变成二，二除以二整数的部分是一嘛啊，整数部分是一，然后余数的部分啊 ，NOD 里面看三加一等于四，四除以二等于零。所以余数干嘛是零，但是列的话要移动一列，所以我们就会从 A1 移动一列，不知道移到哪里，移到第二列3的地方啊，有没有 A2 啊 ？A2 地方啊，这样子以此类推哈、啊，就把整个怎么样1到20全部都算完了啊，算完了啊。那万一假如说你今天说我框得很过头怎么办？你要框得很过，它里面会出现什么零嘛？啊零。哦，这个是没有影响，那个零只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偷鸡可以什么偷鸡法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在数值这边把它显示怎么样？点一下哈，制定通用格式来，我们把它干嘛框起来哈？第一个是整数的，第二个是负数的，第三个是什么？零值，零值我就干嘛不显嘛？不显示啊，零值我不显示哈，那就这样子按确定啊，就零值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很方便啊，很方便的一个方式。